好，下面大家先看一下上肢的动作。上肢的动作以左势为例，旋形向内，然后向里内格，注意不要直着，一定要滚出滚入，内格，然后上拳上架，同时右拳冲拳向前直线打出，击打中线与肩平，然后收回。那么此式主要是可以有效的化解对方的直拳、摆拳、劈拳，对方的直拳来了之后可以向内格打，对方的摆拳来了或者是劈拳来了直接悬架，这可以防劈拳，这可以防摆拳，同时攻击对方的心窝、前胸或者是面门，然后收回原位，这是非曲非直，螺旋地击打，然后收回。